就是上下两代，包括有没有话讲，一定一定是时间，你能给的就是时间。其实时间再推一步，啊、我觉得就是你能给的就是生命。就是我真的很理解，就是我说我跟我父母，我觉得好多时候现在大家坐在一起，我就是真的是我知道你说的体谅，我就是听他们唠叨也好，什么也好，不管聊什么，你能陪他的时间是最重要。然后对我的小孩呢，下一代呢，我就觉得你给他们任何的。 玩具也好，什么好，都是没有用的。他们要的也是你的时间，他们要的就是你的生命当中一段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说我要把我生命的一段给他们，那你就不要生小。孩。呃，怎么讲？我小时候有个很奇怪的觉悟，大概三四年级，我发现我前面没有人了，我后面也不要有。前无古人，什么意思？就是这样，<laughs> 就是说，因为我我是大概三四年级，有这个醒悟。 这醒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们家族，因为我们家族的环境很复杂，我们就我身上，比如说你，我大概说过，我的外公是河北人，啊，是河北的，然后我的外婆是山西太原，我奶奶是浙江绍兴，我爷爷是广东顺德，他们四家背后都背负着很多的东西。 血海深仇，不是不是不是，开玩笑。百年来的中国史上面很多事情的经历，<哪>所以我小时候呢是，你看他，所以就这么沉重。<laughs> 对我我听了多大太多是微微驼背就是压。然后，而且呢，就我常常记得我小时候常常听到的话都是，你不要忘了什么什么，你要记住将来要怎么样。然后那个让我要记住而且不要忘了的由头呢，都是比如说。 啊、呃，抗日的时候怎么样？北伐的时候怎么样？<laughs> 然后清朝没了的时候怎么样？<laughs> 我的天哪，那是。然后呢，嗯嗯，所以呢，那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累，而且呢，我发现那样的沉重的历史记忆、复杂的在流乱之中奔波逃窜的这种家庭背景啊，会使得一家人里面出现了很多你理不清的。 很情绪化的东西，很心理上的一些阴影在，那，但我从小呢，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做一个讲道理的人，而讲道理意味着什么？就是用理性的眼光重新去审视所有的东西，所有历史上遗留下来这些情绪、这些包袱，我都要用我自己的理性眼光重新解释。 然后呢就是用科学清算家史。哎<对>，我想用亲亲情也可以用理性眼光来审视吗？理。我我我试图这样做。那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条件，因为我虽然这么讲，但是其实很大部分时间我家里面跟我实际住在一起就是我外公嘛。啊。然后呢，他到了晚年的时候，这种人了、啊，他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一个人，他他是个我我很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尊敬他，爱他。 但他是其实很沉默的人，我们在家没有声音的，就光我跟他在的时候，然后他的所有的过去其实我都不了解，我是后来才拼凑出来的。那你为什么不问他呢？因为不他,他不会回答，然后他也不愿多说，<是>呃他保留很多很奇特的一些的习惯。嗯、但是后来呢，我我觉得很开心的是为什么呢？我住学校，然后我很小我在因为我们家天主教背景，所以我很小在教会。 是跟一群神父在一块，就所以那神父给我的影响就是另一种。对你刚才说到说那个尼采的，就是尼采其实认为说，为什么很多这个大人物就是特别有权势的人物，他是不能谈恋爱的？他说因为爱里面是没有尊重的概念的，就是没有上下级的概念，没有尊重，就是爱一定是要冲破了尊重，就是我们就是才能是真正的爱。其实我就在想，这个父母和孩子。 嗯，有的时候你这个界限到底要到哪里去到一步？呃，有的一对芬兰父母就跟我说，他说你不是你孩子最好的朋友，嗯，就是好多我们现在讲爱，就是说你要和你的孩子做最好的朋友。他说不是的，不可能，不可能，你觉得、嗯？我觉得不太可能。他觉得一定那个界限是清楚，但是你说的讲道理对的，就是说你要跟他解释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界限，他到底是在哪里？ 你只有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一言一行，彼此你看到，当你说一个什么事情，他眼睛里那种光，那种那种反应，你才知道哦，原来他是这个感兴趣，或者哦，他对那个感兴趣。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好多时候说到底，大家说教育教育教育其实不是个事儿，只要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彼此去感受，那就不是个事儿。可是你跟他在我我因为。 因为从我女儿一出生哈，我就思考如何做一个父亲哈，嗯、一个呃对的父亲哈。思考到今天也没想明白。啊、不我想明白了，我失败。啊、<laughs> 而且他的故事真是让我看着就觉得挺悲壮，有点、嗯、<laughs> 悲壮呢 <laughs> 没有没有没有，太多这样的故事。没有，我说我真的想明白了，就失败。为什么？就是我说的，你无法控制嘛。哦，你干嘛要控制？外面的世界。 我呃，外面的世界，外面的影响哈。我说控制，当然不是说控制他要做成为什么样的工作，赚什么钱，嫁什么人，而是说希望他有某一些的价值观等等哈。你做了你的部分，那不一定成功。假如你要看着说你有没有成功啊，他到最后他有没有感恩呢、啊？到最后有没有好好跟你相处啊？等等，几乎你注定啊，我在看来是失败的。 啊，因为小孩总有时间觉得说，把生命中的挫败怪罪于父母，你为什么？会那时候不帮我什么，不教我什么等等哈。这是说你控制不了的，你只能说问心无,无愧其实啊，我有一句话，我第一次听是个废话，但是呢，这些年来啊，碰到什么事情，我越来越多的想到这句话，叫啊。 这句话我必须用劲儿的说，你才能知道它其中的深意，你知道吗？它能让你，它能让你明白很多事情，扛过很多关口，就是啊，其实一切都是自然的。行 <laughs> 行、哦哦哦、行，行行对，哎。 原来他才是理财。哎、好，这句话听在这里，你可能觉得是个废话。很多事情就是说，没有那么多奇怪的事儿。没有，比如说，你人都是人，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没有太大的两样。甚至于，我就说，就像这个教育孩子，枉费了半天心机啊。其实，也许我们都是在参与一个自然的过程，对吧？而且，甚至于，我认为教育固然很重要。 还有一部分也很重要，就是遗传。我真的觉得、呃、音做音乐的一个管一个，就是一定是遗传的。我、呃、我,我真的就觉得、就是，就是就是呃，有些东西不是我爸教给我的，而是在我慢慢呃这个岁数大了之后啊，我确实发现，在很多事情上，这个呃反应啊什么的都非常像。但是当你发现了这个遗传之后，不是无可为的，不是无可挽救的，就是我很容易钻牛角尖儿。 我很容易钻到这个一毫米、一毫米、一毫米就是一毫米，你知道吗？我很容易经常跟人发生矛盾，不能适应这个社会，是因为这个。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像文道修行的这个要觉啊，要觉悟到你身上的这个遗传性，你不是无可挽救的。有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放开来，正因为你知道你是个牛角尖儿，所以。 你才能离开牛角尖儿，尽量吧，也不见得能完全。对就是你会自,自觉吗？哎、就是你父母是你一个这个资料库，你随时想修正回去，发现<对>哦，原原始数据在这儿。哎，实际上还有一个，<对>你说现在也有很多人讲放养嘛，就说你说的其实都是自然的，不要管。不是说不要管，对对，我是说连你管是是是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你是是是是你你知道吗？ 对，有可能。哎，别比如说我问你一句，我我我我我最近常听这个这个这个人们说啊，说就叫陪孩子做作业，就是说这个。啊、我看过那些视频。这个这你看过吧？就是说，哎，这个你就 hold 不住啊，就是要崩溃啊，要这个这个你这个哎，每次提醒自己，我我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结果我就发现每一个妈妈，你看他们在网上，我发现这是个群，看到了，就是这个爆火，为什么我？我没我不不了解。首先，因为你知道正确答案。 小孩子因为跟你的差距太远了，你知道正确答案。第二，你的时间有限，你就是这这这怎么不写上去呢？我就知道了，你写呀、啊、写，怎么不写呢？你你恨不得抓着他的手写，但实际上说简直就成了个鬼门关。就是说要有的当爹的说<对>哪有那么费劲？今天我试试，我带他做做作业，待会儿这么爹爹一脚就把门踹开，扬长而去，肯定是崩溃的，啊、肯定是崩溃的。然后关键我就说了嘛，就是。 你、嗯、你不能心里有那个标准答案，就不是，所以我说<是>你成年人自个儿都做不了自个儿的主，嗯，情绪的控制，我<对>我我，其其实我走一圈那些国家，我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我我真的要控制我的情绪在孩子面前，嗯、因为你那种突然间一下子爆发出来的情绪，你后头再跟他说多少的 sorry，说对不起，哎，刚才不是没有,没有用，嗯、对，没有用，就是,是吗？ 哎，是就是他，他其实你看他默不作声，好多东西都是在他心里，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很明显的是，孩子小时候怎么被对待的，他大了就知道怎么对待别人。这个适合于所有，包括情绪，包括美育的养成。他从小经历过什么，他之后知道是去怎么，太明显了，就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小时候怎么被对待。 所以我现在在家里，我就说我们家能不能做一个安静一点的家，嗯、不许尖叫，不许大声。但是有时候我也有时候也，<laughs> <laughs> 就是我分贝最高，但是我要忍住。我就就是说这个这个太重要，呃，包括你说的这个，就是我其实我刚才还想说，我特别敬佩你刚才能够很理性的看待，说自己不要有后代这个事情哈、哦，因为我自己有小孩呢，像因为我觉得对于特别是。 这个女性来说，其实你到某一个年龄，我觉得是有一个大自然的召唤的。你觉得好像你要去繁衍后代，但是我很佩服像你这样的，就是能够拒绝这种大自然的力量，你知道吗？你能够理性到这个程度，其实我是蛮佩服的。 就是能够离这个野性的呼唤比较远，是吧？没错，尽量去除这个去天去人欲，纯天理 <laughs>。哦、但是你你你你谁都离不了一个，就是像像像家辉刚才说的，这个香港人也爱爱爱算账哈，嗯、就是说呃什么子女是债啊，还是父母是债啊？呃，但是你看到了今天啊，呃，都有一个法律的规定。 你咱们刚才讲的是一种例子，就是说这个这个父母亲呐、啊，就简直就是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活着。但是你知道，去年我从那个北京一中院，呃，这个判了一个案子，呃，我你像过去这个我都糊涂着，就是说呃，子女赡养父母，父母抚养子女。呃，有一个上大学的孩子，他原来父母离婚了。 父母离婚呢，爸爸就是付抚养费，比如说是一年两千块钱，还是一个月两千块钱，我忘了。然后呢，他上了大学了，那么他父亲呢就不付了，不付了之后呢，哎，他就到法院去告，就因为法律规定父母有抚养的义务，但是做法院最终的判决还经历了改判哈、啊，最终的判决是什么？驳回。为什么？ 哎，这些个法律的概念就是说，十八岁，呃，已经有了民事行为能力。哎、呃，虽然你是上大学，但是呢，你不能再在,在法律上被认为是，呃，不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人。需要父母抚养。对，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勤工俭学。嗯、你作为一个十八岁的成年人，对吧？你可以自己供养自己的学费。理论上讲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发现，法官判决不光是讲法律，还讲道德，就是说。 在我国啊，从情感上、道德上，哎，这个父母都习惯于供养孩子上完大学嘛。实际咱们知道，何止上完大学呢，还帮还得帮他首首付买房呢。他说：“但是，呃，要认识到，在法律上讲，十八岁，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从法律上讲，你看他不负抚养你学费的责任，你都没得说。因此，法官提醒广大青年。” 要懂得感恩呐、啊！<laughs> 要懂得感恩呐、啊！啊、<laughs> 这段这段视频帮我找出来，给我女儿看,看。<laughs> 因为因为前几天我不是说吗？我崩溃了，我女儿突然很小很认真跟我坐下来说：“爸，我要去英国读书，读博士啊。” 哇！我一听崩溃了，因为通常去英国不容易拿奖学金，对，<好>很昂贵的去啊，在美国可以哈。嗯、所以当我女儿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又看到我一台法拉利在我眼前 <laughs> 消失了，嗯嗯嗯嗯嗯、解体了，解体。<laughs> 那法拉利那一台呢，大概就是那个价格嘛。对对我下回送你一个模型。哎，我女这是我女儿说 <laughs> 说,说的话，啊是啊、我都没讲话，她看到我脸色大变，惨白，知道吗？流汗呐、啊。 他就猜得到，因为他整天听我说要买个法拉利嘛，他马上说：“放心，我送你一个模型法拉利。” <laughs> <laughs> 哎呀，我所以那个视频，哎、视频我,我前两天在香港一个一个一个杂杂志上还看见，我才知道香港的风俗跟咱们内地还真不一样。就是、说香港的这个年轻人，他呃，这就是。 都有要给家用、备家用北、给家用的这种传统，是，一般就是说，只要不管富<对>穷富，不管穷富，只要你成人工作，呃，是这样的，就是你但凡有工作了，你出来工作的能力，嗯、你也找到工作了，不论你工作的收入是多少，你多多少少要给一点钱父母亲。比如说，假如我真的打份工，就几千块钱，我我连养活自己都很难堪。 但我多多少少留几百，比如说这时候塞给爸爸或妈妈然后羊茶，就是说就拿去饮茶，嗯、<么>孝敬的意思。这种一点孝敬的意思。那你要赚的更多了，那就要负担更多。那么也有人会负担到就父母，就假设父母没有任何工作，没有任何积蓄的情况，你要给他们负责所有的东西的，甚至要更多的。那这都很常见。我怎么听到刚好是相反？没,没有，我碰到的都是情况是你给父母钱，他们不会去花。 你给了他钱，他也不花。后来我一个朋友就给我讲了一个他的这个小技巧，他就说他给他父母不是给现金，因为知道给了他们也。 不想去享受，不会花。他说：“你就过一段时间去父母家看看，他们缺什么，直接买那个东西，或者你直接给他买点什么。”说你给钱呢，他们那辈子的人都苦惯了，他都不会花。不一定，不特<对>别。我鲜明的感觉到咱们俩是一个文化的，他们说的是另一个是另一个文化。一我们这个文化里，你就好比说，我爸我妈，呃，文道是属于特殊家庭的。嗯、我觉得我的家庭很普通，真的就是，我一说，千千万万人都有共鸣。嗯 就是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钱，最后呢，花在病床上，就是这这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我就说什么，他要花点我的钱，为了给老人治病，他们的感觉都跟杀了他一样，那个就是觉得。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还讲，呃，今天还有啃老的现象，真是岁月在改变。我就觉得你像你你你你，但是你看你这个文化。 香港好像还跟跟跟你们说的，我们我们起码我们圈子接触不是这样，比如说，有的家庭是呃呃是当然子女要孝敬父母，就每个月的家用必然要给，然后也当然会告诉你这个钱是会替你存起来的，可是，他是不是替你存起来，其实这倒不一定啊，坦白讲。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嗯，他到比如说家里面他有缺的东西什么，他也会自动告诉你的。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样的、欸嗯，我们会的。我们父母比较香港的父母，一般不是那么客气。 还有还有一点不一样，这是不是说这个你们缺乏人情味儿的原因呢？呃，没有啊，刚刚相反吧，比较亲切吧，就比较亲切，要，没情义，没情不分离，我，哎，你都已经打工了，打工不没钱了。打工没钱嘛，打工没。加油吗？打工我们都没啊。我们那一代的父母其实他们不太有机会真正去学习怎么教育子女，你不觉得吗？他们这就叫自然呢就是我们这一辈人其实有了机会，你会去知道一些跟孩子怎么相。 啊，你会拿点书来看啊，会想这些事情。其实他们不太有机会，所以我现在看到像在日本有些那个幼儿园里面，他们是什么？收孩子，同时要教父母，父母得去那里吃饭，这个食欲教你怎么感恩呐、啊，不是教小孩哦，教父母，父母一起去上课。 啊、哎，所以现在当父母比以前难多了。那、嗯嗯、那太累了。你当 <laughs> 当父母亲要学，坦白讲，当人家上上司啊、老板也要学，怎么样对员工当下属，每个领域都需要学。那就像你刚说，都是自然。OK 哈，这生命慢慢会教你的。你有这个心，有很困难吗？你对给小孩做一个好的示范，教他一个好的呃价值观。 没有太困难呐、啊，挺困难的，主要是没时间。我觉得一法拉利都开走了。没有啊，像我这样宁可，那个、啊、看你的法拉利瓦解，我哭了一下。当然就支持他去读书嘛。可是反而是说，互相对待的态度要才重要。嗯、你刚,刚说到你父母亲哈、啊，连花个钱，你给他钱治病哈、啊，他都舍不得。有时候真的很复杂的，他们很无助，很很无助。父母亲哈、啊。 比方说呢，你父母亲可能不要你的钱，他的反应是说不要不要哈。有些反应不一样的，像我也照顾我父亲哈。我父亲这几年特别的身体不好，嗯，我父亲以前是很严厉的人嘛，他当总编辑管人一千人，当然也很凶的哈。呃，以前报社的同事还描述形容说我父亲啊，好像猫啊，他们像老鼠，他我父亲一踏进那个报社，猫回来了，大家安静啊什么。 呃，怕被猫骂抓，不是马吗？猫马总，马总,马总像猫一样回来了，啊、呃，形容的好。<laughs> 然后呢，这几年，呃，我想说的是什么？这几年我父亲身体不好啊，耳朵也不好。然后呢，照顾他的时候呢，我突然觉得我父亲怎么多了笑容啊？在他生病以前，我没有看过他笑的，对着我不笑，很严厉的。那笑，那、啊、我就懂。 那个叫什么呢？其实他完全不懂得怎么回应，甚至有点像你所说的不好意思哈、啊。要父，要儿子，甚至我要扶他去厕所上洗手间啊，出外面吃饭，我都要注意他。哎呀，要观察他是不是想上厕所，他也不好意思说我想上厕所。哎，要不要去啊？然后就扶他去，站在他旁边。OK，然后呢，他整天就挂着笑容，那种笑容就是说不好意思，尴尬。 啊，尴尬啦，还有不好意思啊，要麻烦你了。还有对于自己那种无助、无力的那种、那种认命那种感觉，所以呢，如何对应？我觉得也不是说给不给家用了那钱的问题啊，重点是那个态度嘛。啊，以前孔子又说了，《论语》不是有一句吗？有人问他如何对待父母啊，给他们吃的好吃的钱可以吗？孔子就这样回他：你在家里养马。 养其他，你也是给他好吃好喝的。对，哎呀，这个家辉说的这个让我觉得啊，要不说当文人他也有好处啊。你有一个敏感的心，有一个慧眼。我现在有时候能体会到，过去老觉得跟父母不知道该说什么哈。现在我有时候也能类似于找到一些乐趣，就是你观察他，呃，特别是你观察到你们俩相似的那些地方啊。我跟你说，有一种暖和，有一种,种跟我养孩子一样，哎，这就是，就是、就好比就是说这个。 呃，我我父亲看电视是吧？看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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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然后他就跟那个老马识途似的，就是说，哎，看见不好看的节目，沉住气，待会儿就好看了，<laughs> 就跟看我们圆桌派一样。的很多的香港父母并不会要求自己女儿的男朋友说要结婚要先能够买房子，这种要求其实。 我不认为今天在香港是很常见的，所以我，我我觉得内地还是挺常见。我觉得内地比香港对这点可能要求还更多。那<对>里面有个差别了，你期待这样或呃跟，因为你没房子不准你结婚是是不,是不一样，是一样就你希望他能这样做，但如果他说他他不不买房子或没有这个打算，你也能谅解。因为很简单，当你女儿，比方说是女儿，女儿要结婚，谈到结婚的时候。 才去谈房子，那太晚了。<对>在这第一关，你女儿告诉你，开始说，哎，好像跟对一个男生有好感，嗯、要交往的时候，你就问他有没有房子，嗯、也有啦，像香港网络哈，呃，好几年都在流行一段视频，一首歌改编的，嗯、那个歌名就叫,叫做《你住在公屋》，这是政府的房屋，没有自己的房子呢，不准吃鸡腿。嗯 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对对对首先是网络，网络有有一个男生写他的经验嘛，就说、嗯、交往一个女生，好了，女生带他回家吃饭，就爸妈讲，然后妈妈就试探这个男朋友，住什么区啊？是自己房子吗？还是公屋？嗯、原来意思知道是公屋了，马上叫老公，把桌上的那一叠鸡里面的鸡腿。<laughs> 拿回去冰箱，明天还要吃。明天中午比较方便的，<laughs> 然后就不准吃鸡腿。谋公屋不准吃鸡皮，然后、嗯、不准吃腿。猪公屋不准吃鸡皮。啊，嗯、对啊，那还是有那种担心。嗯、可是，假如到了结婚的地步，那太晚了。应该是你说的太对了。我最近有一个亲戚，就是两个人谈恋爱都好几年了，嗯、要谈结婚了，双方付多少首期，是男的付多一点，还是女的要平分？就为这个事儿，两家没谈拢，分手了。嗯 真的是太晚，很现实。现在年轻人很现实，就能分手了。分手了，我也觉得很惊讶。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啊？我另外一个朋友是什么？他那个是儿子领了那个女朋友嘛，第一次上门。 哎，见面挺好，回去说不高兴了，要分手。哎，这是为什么？说他们那的风俗是第一次见面就要给个什么九千九百九十九什么的，我、啊、回去还要补 <laughs>。就很多地方啊，有哎。但是文道，你来下下结论啊，就是说，你说现在这种现象，也的确是，呃，一个年轻人他的生活成本不足以支付他毕业后的，比如说买房、结婚，那事实上会形成就是很多人的父母去供 <对 S 1> 供。 对，没错，我觉得这其实而且是世界现象，就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哦、当然，你比如说欧洲很多国家啃老最早这个东西啊，并不是在中国出现。全球最早啃老成为一个舆论媒体讨论的现象的地方是意大利。 哦，他们不愿意搬出去。对，他们认为他们的女女性关系当中，妈妈是最高的。没错，照顾他很尤其意大利男人本来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恋母情结。哦，就你你在意大利就知道，在外头吃饭，所有的男人都会一边说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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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这个就是没我妈做的好。 然后互相争论谁妈做的好，就啥都是妈妈好。<小>然后田小青像意大利的，对对对对对，就是啥都是妈妈好。<laughs> 然后呢，所以呢，就他们后来呢，在尤其这几年经济不好，在欧盟之中，意大利是长期稍微衰弱的。那么呃，很多年轻人在二十七八岁，传统上应该搬出去独立的时候，都还继续贴在家里面。 尤其是贴着母亲，因为有时候父母还分开了嘛，嗯、分开了就肯定得贴母亲，嗯、干嘛跟着爸爸呢？跟爸爸又不会做面，呵呵所以所以很多时候就就产生这个现象，所以他们是最早。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在全世界的一个规模，这是这不是一个。 呃，我们独有的地方，日本也是这样啊。你想要少量法拉利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去迷信那些首富什么，他给孩子多严苛的教育，不给人留钱。哎，你如果是巴菲特的儿子，就算不给你钱，这个资源，你见过的世面，就那人脉，哎，跟巴菲特吃一顿饭要多少钱？啊、跟儿子吃打个半价总可以吧？就那 <laughs>、啊、你你,你写个回忆录，所以你的资源已经跟别人不一样。不要迷信这个事。情。巴菲特不用把他的钱留给儿子，因为他留给他儿子的是他的无形资产。他。 信巴，他叫巴菲特那就够了。<laughs> <laughs> 他信巴菲特，你还想给他嘴、呃？所以说归结到最后呢，我觉得还是这个香香港人算的对。就刚才你说的，啃呐、啊，不要紧。 对吧？但是呢，啃的时候，一个像人家北京一中院法官说的一样，啊、当之感恩，<哇>对吗？这不是你父母的法律责任，嗯、对吧？呃，二一个呢，就是你不能吃鸡腿，<laughs> 对不对？对，你不你不能啃着老，你还过着这种简直奢侈浪费的生活，当然，当然那就过分了。分点鸡汤给父母，我我是很正确。嗯哎